震惊，要共产治港，我要共产党治港，踢走梁振英，踢走梁振英，打倒港共政权，打倒港共政权，打倒港共政权，打倒共产党，打倒共产党，踢走梁振英，踢走梁振英，打倒六八九，打倒六八九，打倒港共政权。各位，我在这里重复又重复提醒各位香港人，今时今日已经到了一个和共产党决战的时候。各位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为了要守护香港这一块干净土，我们用六个字来检验香港的民主党派。第一，就是本土優先，第二就是民主第一，沒有討價還價的民主。2016年立法會要全面直選，2017年行政長官由香港人公民聯署提名，一人一票選舉產生，不得討價還價，是不是？本土就是守護香港的利益，香港的利益是排第一，首先要我們香港的媽咪有奶粉給啲 BB 吃，剩低嗰啲奶粉先給啲蝗蟲吃，是不是？本土優先，民主第一，反共第一，愛港必須本土，愛港必須民主，愛港必須反共，我們今年的口號是非常之清晰的，就是本土民主反共，不要共產黨治港，不要共產黨治港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打倒六八九，打倒六八九，踢走梁振英，踢走梁振英，不要共产党治港，不要共产党治港，打倒港共政权，打倒港共政权。各位，就是本土民主反共，不要共产党治港，不要共产党治港，打倒港共政权，打倒港共政权。打倒六八九，打倒六八九，踢走梁振英，踢走梁振英，不要共产党治港，不要共产党治港，打倒港共政权。